我们 Ultima 的理念是为每个社区成员提供平等的成长机会。以该理念为指导，我们创建了一个最低准入门槛的新 DeFiU 流动性奖池。现在用户可以得到两个奖池，第一个 VIP 池或者是红色池，要加入该奖池您需要价值数千欧元的许可证。社区池或者叫绿色池，要开始赚钱您只需要一份价值110欧元的许可证即可。绿色池是对于那些资金有限的人们开始他们的 Ultima 的业务的理想选择，而对于那些拥有足够资金并且想要迅速增加资金的人们来说，最好从 VIP 池开始他们的旅程。那么社区池如何运作？第一步，要加入社区池，用户需要购买一份价值110欧元的特殊的 Unity 许可证。第二步，签订 Split 合约并获得特殊的 Unity Split 硬币。支付分割合约后，奖池会自动填充 Ultima 硬币，然后冻结在其中。第三步，将 Unity Split 硬币转移到 Smart Wallet。然后是最后一步，第四步，不要忘记定期申请奖励。奖励将仅以 Ultima 硬币的形式从社区池中发放。Ultima 的流动性池解决了比特币的主要问题。挖矿的成本在不断的上升。如果在加密货币市场的早期，任何家用计算机都能够进行挖矿，那么在过去几年中，要让挖矿获得利润，就必须要投入成千上万美元的设备。而 Ultima 则固定了入场的费用，并使全球所有人都可以使用。新的社区池是一个独特的机会，越早加入就越有可能成为真正的 Ultima 主干，同时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